换一下先。真的，我一开始看到画面，我以为他的唱子，就后面我一进去，我一瞬间在想说，这他妈钢弹吧？有点钢弹炸天飞。哦，不止我这台钢弹而已。还有其他的，还有其他的，还有跟其他那个合作的啊，看起来都会这样子搞。还有跟其他那个作品合作啊，看起来他们反而比较像钢弹。感就是完全就是，你知道某一次可以，真的背包超大，两个喷热血钢弹，好像都是啊。没差，这女的有那个人格分裂、啊，你只能这样解读了、啊。你就是，对吧？有人格分裂。你在故事剧情里面才会看得到啊。人格分裂到底是什么造成的？简单来说，听讲话的态度就是听讲话的方式就知道了。我要丢人过去哦。OK， 交给你了。接住。去吧。我就到旁边。他们完全就在打扮你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好，刚刚要开始发我了。你又不是钢弹，你在那钢弹个屁呀、啊！我说你去啊，干丢到成功。好，其实我们是一个人打，应该也很困难。一个人打吗？对啊，的确很不是太困难的事了、啊，只是一个人要兼顾两边有点麻烦就是。那就这样了。我动作。你干嘛故意飞过来我们三个这？你干嘛要故意飞过来我们两个这边呢？哦，因为我只是想吐蜘蛛网而已。像钢弹，我可以问一下，这个时代到底是哪里来这么先进的科技，而且他妈还会让你飞行 ？I don't know, I don't know, I don't know, I don't know。还有一个更扯的，直接开一台，直接穿一个装甲下去。但幸好我他妈现在不是在玩辐射。你知道辐射是哪一款游戏吗 ？OK， 伺服器装好了，等你。去吧，暴力铁。妹妹是妹妹，是妹妹。关我屁事哦！这里面有哪只角色不使用的？初始一开始他们是头发的。他超使用的好吧？还好，他对长官啊。他对我们还好吧？刚那个也是香波的动作，是不是啊？不是，那是神教。对，我说神教刚才摆出做香波的动作，脚抬起来，然后正准备要踩下去的时候。哦，对啊，差不多啊，但不太像。不太像波，但我还是要闪一下。过去吧，你们。再见。 Nice job. Oh fuck.
妈的那些。蹦。所以为什么这边会有神教这种游戏啊？啊，我丢的、啊。对，但我还是很怀疑说神教到底是给什么神。哦。被你虐超惨。很恐怖。但是你们叫我恋爱。哎、欸，小心石头啊！我最没脸追你了。不客气。那、啊、你先跟我讲过说你没脸追我。因为我自己也没在做事。哦，他本来就很恐怖了，好吧？你看他一瞬间，太恐怖，吓到说不出话了。看我在干嘛？开大。我真的怀疑，要是这颗石头，我每几分钟可以清理一次怪物的话，那他妈怪物到底是要怎么接应他？所以我们到底是要来保护这颗石头，从哪想？那个怪物没有啊，那个石头本身就可以直接把怪物给除掉了，所以。但我们还来保护它，从哪想？那、啊、就是它力量变弱了，所以只能等它重启啊。还是有点类似电脑宕机，然后你要等它重启。但他妈，我可以直接巴他一巴掌让它重启啊！你可以试试看。哦，业主。就下面那个图。小业主文字啊，那只很 OP。我有啊。你的名字明明就是中文的，你跟我讲说是日文的。唉。你是在骗我、啊？你真的不懂我的意思吗？跟我讲啊，马车。啊，我又不是马车。我只是叫了，我只是负责叫一个小老虎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啊，又来了。还没啊，还没啊，还早了，还早了，真的还早。干，又来了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启动到那个招了、啊？他的技能。哪一招？我刚听到你启动到他的技能。别过去哦。啊 ，I see it。哦，要来。Surprise。被插到超痛了，好不好？是我被插过，是不是？没，我光是被针插一下，我就觉得很痛了，是不是？来来。大红蛇。Yep， 还笑啊。就他在空中就被你打死了。哦，剩下三秒钟，我是盖房子盖个屁。谁到底
有斯莱里来工作速度这么快的？有啊，就是。我觉得以后我们别聘请人类啦，我们来聘请其他动物，干搞不好，搞不好三天之内一栋大楼就好了，干。说不定真的。但凶猛大王来不是？啊，你说我这只喽？我说我自己。它本来就很大啊。借你真是要一张图啊！我把它拿下来了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你是什么人啊，所以我你会把他吓得很正常的。给我闭嘴！